Freedom is the right of all sentient beings.英雄都在 PL 联盟，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英雄联盟速成宝典的节目。嗯，我刚才差点说成三存冷战，也说太习惯了，而且也还是做我们两个的，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跑出来了呢，这个大家一定觉得这个万年不变，很诧异万年不变的美女突然变成了一个胖子，不习惯。对，这个主要是我们米姐凤体欠安，所以今天是跑出去，是吧？去了医院，医院可能是眼睛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要去处理一下，大家理解一下吧。没人上了，但是我们节目又不能断档，是不是？那时候没办法，我来带个班，只有硬上了，是不是？说的这么牵强，不是牵强。你看，大家都想看美女米姐，对对对对。然后你再看你，哦、是不是？啊、哦，好吧，行，这个扯完了这个废话，就是解释一下给大家。然后今天的主题英雄是一个丛林里来的生物，那就是我们也算是 T 一级别的打野吧。对 ，T 一级别的扭曲树精茂凯，这是一个被 Yadovan 开发出来的非常强力的打野英雄，因为其这个前三个小技能都非常适合打野和 gank， 所以说是。算是前一阵子在比赛中也是经常被办掉，尤其是有 TSM 的比赛。那第三个技能呢，这几个技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吧？它的Q 技能就是向前有一个冲击波向前放一个，然后如果打中目标的话，可以造成一定的减速以及击退效果，也不算其震动，我感觉像震动就是它会，它的人会跳一下。它的技能的文字解释是击退，小范围击退，就是打断，就是也就是跟瑞文的第三下技能类似 Q 的第三下，对 Q 的第三下技能类似。嗯，那还是一个不错的控制。它就是其实可以就是打断一些技能，譬如说例如稻草人的吸血，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W 技能是一个先手后手都非常不错的一个技能，因为它可以直接捆住对方，而且并不会因为对方闪现而是失去目标。这个技能的控制效果是束缚，束缚好处是什么？是在于被束缚住的人无法使用闪现。嗯，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控制。嗯，而且它的判定是很诡异的，就是如果老树做出了这个盘根的动作之后，不管它在哪里，你都会飞过去。不管你怎么位移，你都是一定会被它束缚到的。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气好，就是对面白交一个位移技能，还无法脱离你的控制。然后万一运气不好，它闪现到自己四个人队友当中，你就算你很肉，那也会被。打至少打得很伤吧，一下就上不来了。然后他的E技能就是一个很树苗。他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第一，他是游戏中伤害前期伤害最高的技能，因为他有个两段伤害，没有之一。他的小技能，对，小技能没有之一。他的第一技，他的第一下是有一个35的每一级的加成，就是升一级加35。他的二段伤害爆炸之后呢，那个是每一级加50点，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加成，都是。然后它本身它的两段伤害，对，加起来的话，我记得一级是120，40和八十，对，一段伤害就是砸下去砸中人，40，爆一下80，非常高。120的话，对，很难有技能跟他能够匹敌，没有，特别是当他 AP 加成还很高，对，没有，就是没有，就是非常高的这个伤害。然后那个。大招就是一个比较，其实是相对能量漩涡，相对来说比这三个技能来说是相对鸡肋一点。但是它是打团技能，打团技能，对，因为它在这个圈圈里面能够减伤，而且能够比较，其实就是比较有效的阻止对面的法师的 AOE 伤害是最好的，是吧？就防 AOE 的这个打阵地战会比较强，对，而且 CD 短。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没说被动哦，对，被动，对，被动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周围没有每次有对方五和几方，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有点不太好，嗯。有对方和己方，包括自己，对，五次施法，就能够普攻一下，就能够回复7%的血，就是有点像卡萨丁的，好像我刚刚有点说的绕口，好二啊，我给大家解释吧，啊、好好好，就是它的机制有点像卡萨丁的撒花，啊，对，对吧？对的，但如果卡萨丁撒花也是这样的，就是。当对面使用技能的时候，你积蓄一个能量，积蓄到几层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技能。那这个被动也是积蓄到5层的时候，就会变成，你看那个 buff 就会变成一个红色的爪子。对，之前是绿色的，1、2、3、4、5，然后变成红色的之后，你当你
变成红色这个状态出现之后，你使用一次普攻可以回复树精7%，当前最大血量7%的一个生命值。是的，所以说这个技能的特色就是在于有的时候极限反杀或者打野的时候都是不错的。嗯，比如说你正好四层对吧，然后对面100点血，你50点血，这时候你甩了一个技能，然后啪摸他一下，好，你血加上来了，他血没你多，最后啪摸一下死了。7%血量，别看还是很多的，其实还是，尤其在前期对拼中，这个也是，我觉得后期也是很不错，因为后期他打一场团战能够触发好几次波动，哎，你算一算，是7%7%7%，一下来加了1/4的，也不少是吧？对，特别当他是一个坦克的时候，而且。利用这个树精的一个这个被动，前期打野也会回复能力会强一些，是吧？好了，我们扯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赶紧的就是看一看他的符文天赋，对，然后就立马进游戏。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符文。这个符文的话，其实可以选择一个。你太懒了，你居然没有把它改成树精，而且放的是 AP 铲男，没有关系。嗯，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正统法师来打，也就是红色是带上一个法术穿透，然后是黄色是护甲，蓝色是成长魔抗，一般打野的蓝色都带成长魔抗，尤其是坦克型的打野，然后最后一个三个大的就是固定法强，这个也是可以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红的其实选择性是比较多的，对，可以多选择，也可以打攻速，也可以打固定攻击力，都可以。其实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优点，但其实差的也不会太多。对，你有什么符文你就打什么符文好了。是的，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天赋是吧？好，那我们剩下可以看一看天赋。天赋是小鱼，天赋是选择是0/21/9的天赋。嗯，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天赋当中是到底是怎么点。我是肯定要是就是把重击加钱，重击加钱点出来，然后双抗的话，我只点出了2点魔抗，嗯，3点护甲的。都抗性都点出来了，对，然后是减硬化皮肤，就是减小兵伤害点满，主要是为了出。